外面那个是新秀米勒吗？对，哪一个？新秀米勒又是你？新秀米勒，是谁啊？太坏了，新秀米勒，是谁啊？太坏了，这是谁啊？是谁？这哪一警官？打给你啊。嗯，我是帕马斯。就你们三个。就你们三个。枪拿着干嘛啦？我们不会伤害他。就三个。等一下，我刚才讲话，你叫他靠近来一点。欸、就只有他们三个、欸。没有球棒，就只有他们，就只有他们三个。哦，连餐点是？你放地上，你放地上。我的三点居然出现在超三，帮你外送到了，帮你外送到了，这样够近吗？我操 ！OK， 开刀了，哦有，他是破掉的麻布袋，等下开单了，开单了，在讲什么？啊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不要！什么？没干嘛？开单吧。哦，还有没有便宜？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。不是，我们少一个人。在里面啊，在里面啊，在里面啊。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。七百吧。哎，两百。三原则。七百啊，七百。还敢给我交易啊？三原则。哎，对对对，最好是有直升机。不要有直升机，不要有直升机，不要有直升机，不要有。抓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乱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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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抓药，全部开野马过来。他们说乱讲的，他们说乱讲。哎，人质嘞，人质嘞。没有啊，你要进去啊，你要进去啊。你要进去了、啊？你们不是不理我吗？要去哪、啊？奇怪、欸。啊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吗？还要多久？啊，我们可以走了吗 ？SO Party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OK。还没。OK。还没。OK。再等我。警官，你有烟吗？还是你要跟我们换车？不要，谁要跟你换车？哎、欸，换一下啦，换一下啦！王者呢？王者很好开，王者那么好开，是人神车。开开了你会，开了警车你会后悔？怎么样？怎么样你后悔？干嘛干嘛干嘛？你的心理层面会很后悔，真假的？对啊，你们人质都没有想可以吃东西、啊，多后悔？怎么样一个后悔？你帅你。对啊，人生会非常后悔，不该做这个。对啊，给他吃点东西啊。嗯，一起吃。太可怜了，你们一起吃吧。讲具体一点好不好？哎，不具体看到上车之后呢，可能会有生命安全，哎，妻子不保，然后呢，整个坚定。那怎么没保？怎么不是你们一起被保？所以你坐上车之后出去啊，然后在家洗澡。哦，我在家洗澡，你在发洗澡卡了。是你们，不会这样，我不会。哎，怎么？好脏，我洗那么快，女生洗的比男生还快，脏死了。我先顾一下，顾一下。哦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我就不会讲这些，我就不会看这些。下水追感情，对不对？那就没多久啊，然后回来就可以等一下哈。什么？拖一下时间？拖什么时间？拖，帮你们拖个地。你们是全部警力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警力大概六七个而已，当然全部来。这能警卫啊？哇，全来啊！全来啊！全员出动！吓死人了！没事嘛，我不怕你知道。棒球队很害怕。你有警徽吗？警徽？啊？哎，你可以秀给我看你的警徽吗？哇，你们！我要看。超商搞得好。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没带。啊？哎，警官，这个更怪。就带警徽。哦，我们等你啊，我们等你。下次。不怕你知道，不怕你知道，不怕你知道。局长，我给你看。我要看你。哦，波哥下哦，老板不要生气。现在六个对不对？他说全部简历有六七个。我刚才看到现在现场六个。走了。哪里啊？有哎、欸，你不要再聊了啦！我要走了，拜拜哦。欸、是不是少一个？哎呦，不走。我不是接单吃的。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澳门啊！哎呀，真的要直接去啊？直接去了。OK， 仁慈是狗屎。直接去吗？
再去啊。那不然你秀一下，你秀一下，你秀一下，看你有什么招啊？不行不行，我那招很危险。危险吗？去了。你知道我唯一一招是，哎、欸，有一车翻了，溜掉了。有一车翻了。总共差不多六个吧，差不多六个。不止吧，不止吧。差不多六个。没有没有，他们一车一个。他、啊、那野马应该两个吧？好像、欸、那个东西先拿好吧。我没看到假发、欸。先不要拿吧。先进去再拿，进去的时候上楼梯直接掏。OK， 下车就拿了。是狗屎。OK OK， 下车不用拿，上进门再拿。准备。这那么狠是吧？人吃是狗屎。啊，走了，人吃是狗屎。怎么样？如何？情况如何？狗屎。人吃是狗屎。野马堵门了、啊。我们这边扫掉就好了。啊，你说扫就扫、啊。你讲的，没有一点讨论吗？跟你讲，有一个把他重伤了，应该。挨了五六枪，这么狠、啊！等他们进来，我们不用急。小红，不用急着跟他们对。没事，他打不到我，你子弹要留，子弹要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弹很多。他架着我。这个窗户可以穿，你穿一下，你穿看看。赛迪，你穿一次。可以。赛迪那可以穿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窗户都可以。阿赛迪，你那边讲话小声讲啊。小声。我要大把的。你没有。好，来，一起。我出来了。哎呀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妈在里面啊？这里面只有两个。不要！也是啊，会被扫成蜂窝。我是怕他们六七个全部一起海进来，我们打不完。不会。赛迪念重要，知道吗？没错。我跟你讲，我跟那个谁一定会先倒，如果他们同进来的话。犹豫不输了，自己犹豫。犹豫就输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贴着墙了，有个贴到墙壁，毫不犹豫，人吃是狗屎，刚好被弹头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等一下如果有先放倒人，然后你们就先换子弹，然后我跟赛迪接，懂吗？我感觉我们刚刚应该一起集火那野马，他就直接捡烟。野马结果得掉吗？可以啊，他屁股对着我们，那我们再扫回去。我觉得屁股对着很难。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LSPD SWAT， 已经被我包围了。被我包围了。跑
会不会等一下骑一台骑一台那个摩托车上来？对，我怕他骑摩托车冲进来。啊，冲上来就很危险。哈哈哈！哎，你们两个要趁他们跑到一半的时候就对他们讲。如果摩托车冲进来，你们后面那个谁赛迪，你们两个要先倒，摩托车一定不是我们两个倒。OK。你们他骑进来一定是背对你们，你们最好倒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赞的，可以给 buff 给的用的。如果他骑摩托车冲进来，我跟格雷就接后面跑进来的。先别一直乱跑了，我可以站这里面吗？不要，去站外面就好，去站外面就好。欸、他是在打你们那边的窗户啊？打不透，是打不透。没事没事，穿不了穿不了。这样像不像斜卡？乱跑真的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哎呀！你怎么倒了？你在干嘛？PK 八八八！这是狗屎。确实，差不多了，我看他们在蛮多个在门口，差不多，他们进来。什么那么狠？什么意思？Okay, 每次都太久，我们都没有去到，那我们计划都用不成。我今天又比较晚醒，我一点快两点才醒，我刚两点才醒嘛。我都太晚醒了、啊。然后他们刚好都下班，他们最近都蛮早下班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时间就不要突然有人，警察刚好给我起床。OK， 就这样子，趴着。那个在路中间的欠开，我想开啥？左边比较危险，左边的那个空隙比较大。站出来，他只要站在路中间。没错，左边最危险的，左边最危险。我吗？我最危险的吗？哦，他们刚才讲的，我听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你不要贴着眼闭路，你就站在这里。只要他站在路中间一次，我们两个一起把他杀掉。因为我能看到的跟你看到的差很多。
看，你能看到很多的。没有，因为他可以往右边看啊，我只能。你怎么那么晚醒？没有啊，最近怪怪的，声音都比较，刚好都睡到晚上。这样会不太好打。没有，你们记得等下，等下你们 reload 的时候，我知道，记得往我们这边跑，因为我们会帮你架的。有几个？我不行，往小房间吧。来不及。那不然我就一开始上坡还是怎样？反正我能达到也就那样。没有，那边一定要扛住。反正他们要上来的时候，就会被你们打的，应该快不行了啊！我再补个机枪就好。那个谁，你不要趴着，你趴着的话，差不多会撞到你。就是你啦。是不是没警察啦？那我们出去啦。赛迪，不要趴着，赛迪不要趴。走啦。不要趴着吗？不要趴着，因为我走过去撞到你。一起走啊！如果我要躲的话，那警察打我会站起来，有警察来我会站起来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是想用计划。如果真的那么想抢的话，就带大枪啦。但是你能打到的枪比较多。你那里没有掩体，可是我如果要被打到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跑进去里面躲。没办法出来帮我们打第二波，会啊，肯定会啊。我们已经三天没执行了，文阳应该也看到了，我们三天都没用到。这边有两个门，我可以这样子。对，那在搞耍子。三天去 4K 都哭着回家，没有办法抢。他们现在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外面完全没好人。他们在集结了，他们在用一波了。准备好就来。应该有八个哦。你们还有看到警车吗？他要警，现在完全一个人都没看到，没人，然后没车，可是应该
还是有，只是门口看不到。如果他们是用摩托车撞门的话，我们可以扫他。他一定不会马上走靠人的。要来喽！准备！但是如果他们冲上来，我们讲话可以大声一点，就不用再压无线电。请喝个雪碧，吃饱喝足好上路。对，吃饱喝足。是他们。对啊，我在跟他们讲话。哦。你觉得他要在上楼梯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打，还是他上来我们再打？哎、欸，你上，我是想要我们两个先躲着，然后他们两个先把我们。那不可能，我们先，我们先，你们后面。因为他们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水比较少一点。对。可以打到楼梯一半的位置吗？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他们上楼梯的时候，你躲着，然后我直接开。我躲着吗？不要，你就先。你跟我站一样的位置，你跟我站一样的位置。你就先让我跟他们上来会先打我这里。就先让我跟赛迪先，然后你们再开，我们等我们 reload， 我们的 reload 很快，因为我们一下就没了，我们一下就射完了。这也是我的位置不允许。所以我才说，你要嘛往里面跑。补给，然后不然就往我们这边跑。我是想往里面。好啊，你往里面，然后小红我想要在门口打外面的。也可以啊，我打都是一样啊，可以啊，打到位置都是一样。可以。那你们看这门是开的还是关的、啊？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上来，我们真的要先打。我们会先帮你们吗？我们会先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先吧，不然你想要先也可以啊。只是因为他们上来的话，后面的人一定会架着啊，所以你会同时被打，说不定一下就倒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可以站在楼梯的一半，就是门打不到我的地方打了。赛迪，你要站好哎、欸，我们这很重要、啊。我可以站在那个门打不到上面的地方，然后直接打他们。闹好大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国外勇士台吗？还是我可以也在你们那边啊？我们同时打。不要！哎、欸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懂吗？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会白给。我觉得那位置太……你那样站的话，我才会白给吧？没有，因为小红，你可以跑进来，我们就被打掉了。你可以跑进来，对，我觉得你过来好了。你们三个都要站同一个地方。对 ，OK， 我觉得可以。啊，那这样我等一下往你们那边跑就变四个嘞。啊，重点是他们一定有人倒啊，你懂吗？好，也可以。等他们上来，我们再打。也不要让。那我就先趴，我就直接趴着哦。他们上来，你们要我补枪的时候我再动。你就自己看一下，你就自己看一下。你不要站在那吧，你会被那个挡住。不会，他那边挡得到。不能。你看我开一枪。哎、欸，我很怕，我、哦、没事。不要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要来，因为他们现在在外面乱动。现在就站好了吧，不要乱动了。别再开枪了吧，开枪会哭。他们把门打开了。OK。
如果开车进来的话，就不用打车吧，先打人吧。进来你要讲啊。知道。我在想，我如果在房间，会帮助的比较多。因为他们如果先往你们这边打，房间还可以偷车。OK 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不然你就去那里。你家没办法扛第一波啦，不要啦。可以啊，我在门口这里啊。对，他在那边。你上来会直接白给吧？不会，我相信这个神他们。上次，不是我先引诱他们先打我这里啊，然后我就先躲进去。也不是不行，这样也可以。要打到底吗？我觉得我快不行，我就跑了。那有两个门可以跑，不是吗？嗯，这是不是要上来？差不多了，应该。只要让他进不了这个门，应该都还好。然后楼梯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得到。我是听到后面引擎声啦，我不确定他们是要开车上。他们引擎声啊，那车子没熄火。嗯，啊，脚在熄火了。因为他把门关了，你知道。没熄火。躲开几枪，让他觉得我的。我直接穿防弹衣好，我觉得我这位置会白点。OK。好啊。这你也可以，他们一推上来就穿这个。我先穿上去。可是身上还有剑。我还有烟。小王，你那边不用急着出来，你懂吗？我知道，你们开我才会出来。对。他马上上车了。真的啊，车子冲进来了。对，他们应该要开车，应该冲不进来啊，应该会卡住啊。嗯，那你们就可以，如果他开车，如果开门口，我直接先扫啊。对，你们把他扫掉之后，他们门卡住，他们就更难打了。他们开车的话，我喊开车，哥你要过来扫。OK。啊，如果是人，你就说来了。OK， 暗号决定好了。所以我们屁股是打第一排的。对。你们一定第一排啊，因为他们上来不可能先看你们呐、啊，他们一定是往前看。那、啊、如果是看你们俩的话，小红就要帮打了。OK。这我不明白点，他进来了吗？他在我面前滑嘞、如果一进门就要讲了。不要动，车在动。他们一开车，他们正在开车，车在动。我是觉得开车无所谓啦，反正他们开车，他们车卡住了，他们就更难进了。他卡住，我们出不去啊。如果车开进来的话，如果他这里开进来飞上来的话，你们先不用打车，先打人。如果是摩托车跟车的话，真的累了。不会啊，怎么会累？我刚醒，刚才撞了。也还好，他们都差不多这时间，他见你半个，然后他们就去守。对，摩托车上来的话，我们两个。如果是你们刚才讲的那样的话，等一下就交给你们，然后我们就补，我跟赛迪就补后面那个。
他们弄不到行李箱。在哪呀、啊？对啊，没有，没有啦，他们也差不多这时间还在执勤呐，先不是要假日的嘛。感觉快了，可以啊，没有叉叉可以，我学会了。一踩到阶梯你就喊了。哎呦，这边这颗蛋壳做的。他们进那个门就会好。哦，还没进 ，OK。我觉得他们在楼梯应该会倒很多人，因为这楼梯要爬很久。那、啊、如果到时候有人真的冲上来倒了，可以先把他带到旁边。他那个先看看情况。一楼左边有个凹槽，我觉得他们冲进来应该会有人躲在那，所以不要露出去。我不会露，不会露，我就在这。要露给那个凹槽打，应该都没事。没有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我们就 cover 他，你懂吗？火力掩护啊。所以我旁边都还在给我看手机，怎么样？认真一点好吗？先电爱一下。对对，你先电爱一下是怎样？报平安哦。那开始电爱啊？没有人啊，先自拍一下。太自拍。他们一直射也好烦哦。对，好烦哦，他就射不到我，一直射是这样。可是他们全冲不一定打得下来，因为他们这边可能就倒了。哦，他这边可以进去，然后我们这边蹲下或者趴下。你们怎么不讲话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们以为我脑筋怪怪的？有开成功吗？那应该有吧？哎、欸，我都买上来，上。好、啊。有打，有打。怎么样？哇，这都蜘蛛网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来门口了，可以来门口，他们倒很多。他们倒几个？小红倒了吗？欸、他倒，哇！欸、他们倒两个而已。把他们编辑就是的。我是一个人，小红会走，乖熊。我防弹衣。有个在门口。可不可以打掉那个？你看可不可以打掉那个？打掉他吗？可不可以？对，二，等一下，他推，三，哎，右边角落是有一只，右边角落有一只，看看打不打得上。我一样站这里，打不到。赛迪林补他位置，我打喽。赛迪补他位置，右边角落有一只啊，我会被架。没有，等他们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们规则。我觉得是机会耶。
你刚才倒几个？刚才倒几个？我刚才有打，我刚才打，我打倒一个啊！我刚才打倒一个。冒险，不要冒险，等他们上来，等他们上来。欸、倒两个，倒两个，然后右边角落还一只。他们外面还有，他外面还有，等他们，等他们。跑出去，跑出去，跑出去！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三只，外面三只。哎、欸，超大！你们不要扛，不要扛，不要扛。我穿防弹，我穿防弹。带出去了，那人带出去了。格雷，你来我这兒要不要？超角落去了，右边角落一只哦。小红扛太久了，拖他想拖。你们不要倒，不要倒，你们不要倒，你们不要倒。他打一个很多枪，一个也很多枪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不要先把小红拉到旁边去，因为我怕他打到你的位置。你拉来我们这。啊，刚才不是有倒，刚才不是有倒一个，刚才不是有倒一个 SWAT 吗？倒三个，他们倒三个，拖走了，这么快、啊？嗯。刚才是倒几个？三个。两个，三个，那以刚刚我算的话，差不多还有三四个。嗯，还蛮多的。可以。会有机会。是我们没有出去的策略。我看一下小红书的目标。没关系，那个都还好，我们可以翘车走。小红是 Scorpion 嘛？那个看你要不要换一下枪。对，我换了 Scorpion。你给那个这个是。把枪，你看要给他 UZI 还是石头片？拿他球棒。哎呦，这个算了。子弹拿，子弹拿。他没子弹，他没子弹。那你先过来给我，给格雷看。嗯、我会看。我是怕他在那位置挡到路。不会。直接过去可以。我架着。你们有子弹，子弹快没了。没有，我自己有。啊，你们有，快没了。你没带啊？我没带呢。你没有吗？没有。还是你十八 C 给我，我有手枪子弹。他是吃手枪吗？对。你们互换一下。是不是有台警车走、啊？你手上那个，手上给我。他们带着人在跑，门口右边。biu！往后拉，都往后拉，他没吓到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急，我们不用冲，我们慢慢等他们。看要不要先拿 UZI 来打，真的 UZI 没子弹，你再换。你们现在已经倒一位啦，现在目前筹码在我们手上，劝你们立刻投降。什么筹码？那个 UZI 在那个谁，那是谁？他那边。你过来拿。没事，我这两把都给他们了。没有，你留一把冲锋枪，留一把手枪。对，你过来。不用，你拿着，没事，不需要。冲锋枪刚剩几发？还剩一管。啊，可以啊，二十发。那算了。六发，那算了，不要。那不用。为什么防弹？刚刚说什么筹码？为什么防弹衣不见了、啊？因为刚刚有一个在打那边。不是，我是说我没有穿啊，我没有穿啊。东西拆一下吧。开车、欸！哦，回来了。右边一个车主是。哎呦，够狠！
不要倒、啊，不要倒、啊，不要倒，不要倒，是不是？等他们就好，不用跟他们，不用跟他们这样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压一个失误就倒了，机会不大。对对对，不用不用冒这个险。巴特曼卡住，他好几枪好几枪，不知道有没有倒。没事，应该是没事。车子把自己充分卡住、欸，倒了你会知道啊，倒了你会知道啊。倒了你会看到他倒了、啊。刚我直接把那刷的射烂。感觉车子想要顶上来、欸。顶到门口那边，那个不能进来，那个道奇不跑。我知道，那个车子到底在开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车子开上来，他们就没了啦。车子感觉开不上来。没有，他们开上来，他们真的就没了，他们就打不进来了。故意超大声讲，心理战。山姆有倒吗？对，他们前门口没。我刚才是有把山姆射倒啊，可是没有。那我们冲一波、啊，那我们冲慢了。不用。可是感觉他们应该还是有盲袋没穿到的。啊，我不冲小红怎么办？只能希望小红身体健康。你拿绷带帮他止血一下。嗯，蹲在那边帮他用一下。太无情了，什么动作都没做。如果真的打得出去，我们要怎么分啊？我跟你讲，那真的没有办法打出去，因为他们桥上这边站人，然后左右边各一个、哦，我们要打几个？你看，刚反正他们一定得，我应该要把那个防爆盾拖上来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啊，那个就算了。的话，我们打得只是他们刚刚直接拖着人走、啊，这么狠哦、啊。嗯，对啊，我打了很多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打不掉。我把那斯瓦特打倒，我以为他在那个楼梯间呢，结果他们直接把他拖走、啊。太可惜了。他还走到最上面呢。艾迪要换你看好那边哦，有人要讲哦。你身上有防弹衣吗？身上没。我有烟掉吗？没有，我是问你有防弹衣，有的话我想跟你换个位，因为我没防弹衣的。我也没了。我防弹衣给你啊，防弹衣给你，我用不到，我有烟。你烟给我。那我烟给你几个。Okay. 你放这里，啊我放。防弹衣，你放哪？下次。我觉得我这里好像更好。这么直接打出去？不用。完全没有想理我们的意思呢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人。完全没有。
我们要有 patience。你上次没有，你这次没有犹豫的，但我们这次要 patience， 要有耐心。哥雷，你直接坐在那边了，这么狠啊！是他们呢？要不然你坐那边，他不会发现。进吗？预测完了吗？这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都一千块啊！好神奇哦，我刚刚只被打到防弹衣，我刚刚一枪都没被打中，我是后来打那个门口才被打掉，然后穿个防弹衣没事。应该再多带几件防弹衣，因为每人带两件可以打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等下你们尽量别倒就好，你们这边靠我就好，懂我意思吗？嗯，我懂了。他们对我来说就是白给。可是他们刚刚也是很厉害，盾牌不是举着往前吗？啊，后面有几个在看你那边。有啊，有两个，可是有一个好像倒了，有一个好像倒了。刚那个盾牌就在我旁边，我很难打。盾牌我打掉了，另外一个是布鲁托吧。OK， 给你啊。OK OK。哎，那么警察其实已经走了，因为在车那边一直闪灯。有可能，非常有可能。push。有车声。我要把门打开吗？门，你开门。让你认真的听一下。不是啊，就算他们走了，他们也不可能不跟我们讲吧？对啊，他们说是因为说他们要撤退投降。就像个傻逼一样为什么我看不到干预测？投诉。那边打不好，那边打不到。我这边可以啊。不好打，不好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那、啊、你要怎么躲？怎么躲？没要躲了。你换弹要怎么躲？没要躲了。没有再换弹了。嗯。警笛声，该走呗。他们是不是刚真的走了？然后现在回来了。他们应该是把刚才倒的送去医院了。那我们的小红怎么办？他还要修车欸，他去地下还没签约。我的帽子会长到。哦，他们射的吗？嗯。他们是在射我们右边的玻璃啊。不对啊。哎哎哎哎，他是在射我们房间里面的玻璃啊。哎。反正射不到，原来是我旁边那个、欸，
射不到啦，反正他们真的射不到，他们那只是浪费子弹而已。你不要搞、喔，在搞是吧？你又走去那边喝咖啡怎样？我吓到了，还是我走去那跳？我先抖一下，吓死我！你不要把那个防弹衣弄破、喔。没有，没事，他没打到我，他开几枪吓吓我、哦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我不敢了。哎、欸，门口怎么有人？他妈的！有啊，抽个烟哦。啊，防弹被打了。赛迪，你要看吗？好浪费哦，你好浪费哦。没有，没有防弹，我反正抽烟了。那、啊、你还有吗？你还有吗？我还有很多烟，我还有很多烟。OK OK， 那你 OK。那我再补一下。那、啊、你要看好啊。我看着，我现在门的右侧。他说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机器人在讲话？谁？你说什么水饺？啊，说什么？他们自己在讲话。什么说什么水饺？他们自己在讲。他们在煮水饺啊？煮水饺？现在有时间煮水饺？在闹吧？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，我们要认真。OK OK， 水饺。那我们要先讲。吃水饺要跟我们讲，我们也要吃。都在门的左侧，哈哈，都在门的左侧，门的左侧。他说什么？没有，他在跟他们警员讲话。你们在讨论什么？我也要讨论。什么水饺？我也要吃水饺。我是不是站不出去？小红要没了，啊、真的、啊？你拿绷带帮他止一下血啊！止一下血是吧？那他吸一根，那他吸一根。哎、欸，给他吸一根，给他吸一根。止一下，帮他止一下血。帮我看好哎、欸。OK， 我看好，没问题。一个都没有。也是有新车可以过来了，不是啊，不然你帮小红 CPR 一下，这边的衣服都要重换的，都沾满血了，你帮他 CPR 一下，对，帮他压一下，对，帮他压一下，我拿一根烟给他抽 ，OK OK OK， 再抽他，等下整个坏掉。带三角锥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他等一下就打你的三角锥。打三角锥没有用。我知道啊。怎么样？来，我派我跟你讲话。你那你不怎么不是你进来？怎么不是你进来？你这样听不到，你要站在正上方吧。那个最里面的来，你进门，你先进门，你先进门，你先进门。你要站在箱子那边的，那个贴外面那个窗户吧。好，我在窗户这边跟你讲。大家讲一讲，我们冲过去扁他。可以，我听得到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他讲一讲，我们冲过去扁。因为我目前体力损失惨重。
我们刚刚有个傻点，加油没熄火，陈星星。加油没熄火。也是考虑到你们的那个刚才已经倒地的一个同仁，他的身体状况不好。哎、欸，很会做飞行车，所以我们下次再战这样子。哦，你们要撤退是不是？对。他会不会阴我？那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交换条件。你们。不要，你先，你先，你们指挥最高的是你吗？那你留在原地，你留在原地，然后你上来，我们安全离开再放你走。你先请他们离开。啊，说不定你会骗我们啊。大家讲一讲，我冲过去变。有压力的是你们，现在要离开是你们，我们已经要撤退了，并不是由你们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你们愿不愿意敢说。才这么坏吗？他说他们要撤退了，然后信不信由我们。我只能说，我信不信由我们。大家讲一下，然后讲过来把我们冲过去变。是这么狠吗？这样子我们刚的东西都没了。然后刚刚莫名其妙有人开车不熄火，然后现在他妈现在我们两三点不这么打，莫名其妙，妈的挂。所以你们要投降了是不是？因为我已经蛮想吃晚餐。好、啊。OK， 那我们讲一讲，我们给出去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出去？他怎么坏嘛？要请医生呢？怎么坏嘛？他在骗。快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一句话，快点。我是这样。他很慢。谢追随。我们都打成这样子，还很不狠啊？啊，对啊，你心软了。好啦，走啦，我们是八狗屎。走，冲吧。你过来。冲了。走。三、二、一，冲。这么狠呢、啊？好，跟着你。他这么走？没有留车给我们呢、欸。有。这么走、啊？The fuck， 可以吗？认真吗？用骗的。又仁慈了，又仁慈了一次。哎，怎么比刚才还多？那个先生，你帮我重新穿着一下，帮我打理一下仪容。好，刚应该是叫他们上来的。OK。他妈，仁慈是狗屎。仁慈是狗屎。真的是狗屎。怎么人玩那么多啊？刚才不是倒三个吗？气死这个。没有，你给其他人带吧。去大猫那里送伤员就好。对，你们去医院。那、啊、东西有看到的，看到的，然后跑来上班，这么狠啊！怎么没声音了、啊？这时间有我受伤。你们要。这个毛毛跟那个，这个都刚才都没有啊。他对啊。这是
Hello， 哥雷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马龙。这个这个，车旁边那个假爸有，假爸一开始就在了。好，你出去了吧。嗯，这只是半夜出来上班啊。啊，不意外。要统一压哪一台吗？压台的 CPI 吗？没有啊，他们是用破产，以后不会再相信他们了。伸伸手指借用一下，你还有意思吗？有。你们怎么这么坏啊？这个时间在开枪啊？你们更坏吧？他妈，你们 LSBD 是用破产了，我跟你们讲。真的啊？以后不再信你们了。#信用破产，能吃是狗屎啊！就说要带刀嘛？你说啊？没有啊，我们刚才如果守在上面，他们应该是攻不进来的。那个，我们刚才一换三呢、欸。上班练个车，结果收到有人说要支援，我就来了。哎、欸，压进去啊！哇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先等一下、啊。三个人还是有机会打的吧？他第一个打的，第一个枪，那算他幸运了。我也被判学武器。先没收，小技术先演示 ，OK 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对，对啊，他们一进来，他们爬那个楼梯就要爬很久了，而且他们都要马上转身，其实没有办法马上瞄准到人，他们应该就倒了。完了，我跟你说，那跟我说。你说我没事啊，还有一个计划还没执行。我手麻了，手麻了，手麻了、啊、好了。对啊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对，那个是第一个倒的，现在都应该都被同伴拿走。喂、哎，要爆炸，要爆炸！哎呦，什么要爆炸？什么东西要爆炸？他妈那 SUV 把那摩托车顶过去。要等一下哦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有演绎一部分是用绷带止血。然后他们拿大麻烟给他抽，这个很好笑。是谁啊？嗯，我看到中间好了。我车明明就在那边。Sorry， 差不多吧，一个小时啊，对啊，我猜一个小时而已。医生挂号。
啊，我们是信他真的没警员了，所以我们才出去的。就是当共患难，患难共。没有，我们的确打不赢，我们就要离开。嗯，就离开了，换药而已，换药。我离开在旁边的。我已经到桥上了。你们别再骗了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们那都站好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姐靠，我要躺下。小心哦。你别躺。OK。那个跟着我过来啊！我刚刚没有向你靠啊，因为我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。回去，躺下，回去。这边这边。杰克森·马利克。你们没有信用可言的，你们。什么没有信用可言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们完全没有信用可言的。你们说你们要走了、啊？你们说下次再战啊？哦，我以为你们真的没警员可以支援啦、啊。OK 啊，结果嘞，出去你们站好位，直接扫烂啦。没有信用啦，你们没信用啦，下次我们不会再信你们话了。哦，你听他们在讨论什么？晚点去看 VOD， 谁整场都在的？坏啊！你们真的坏啊！有人开枪是不是？他们应该有送去了吧？不然他们刚才在干嘛？应该有几名是不在现场的、啊，他们应该有送去送来医院的吧？我下不去，我下不去。后面我在把守。等一下，你就不用上铐了。我的铐，我的铐，我的铐，我的铐。我走，我要下床。怎么你讲话小声呢？我听不太到他讲话。我继续累累。OK， 这个人你要体谅我，我当然不行，我是逼不得已嘛。不要，我不想再听你们。我是逼不得已，我不相信你们。我下不了床，先帮我解铐。为了逼不得已才能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们。你们，我体谅你们，说你们那个，说你们，说你们怎么样？你们警员警力死伤惨重啊！我们决定出去了，好，你们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出去我看到的是什么？你们都架好枪了，没有信用的，#信用破产。没错，我等下大肆宣传。要上哪一台？下车超不舒服。对嘛，这种东西座椅又软又大。哇，系安全带。
叉叉，帮你系安全带。叉，帮我系安全带。咔嚓，安全带。咔嚓，咔嚓。OK。他刚刚说我前科很差，就没信用了。他、为什么坐在警车上那个仪表板？仪表板上面还好啦。啊？仪表板上面有个键盘。等下有个红色的键盘呢，那是键盘吗？什么东西？你看你那个仪表板、安全带旁边。在安全带旁边我也不知道、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，存在很久了。存在很久。为什么你要骗我们呢、啊？啊，没办法，等一下大字宣传，等下我就去推特发文。你们是选中地方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啊，真的有人爆炸吗？没有啊。哇，害我笑那么开心。哇，啊，刚刚你们倒几个？三个。明明就四个，很想骗。真的三个。前面三个，后面一个、啊。解安全带，解安全带。没有、啊，后面没有啊，后面没有、啊。后面有、啊。解安全带，解安全带，解安全带。帮我解，帮我解，帮我解。可以你的电话吗？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见，还好啦，无所谓。哎，可不可以让我自己走路啊？对啊，我也想自己走路。看后门可以来帮忙。等下，天地良心，天地良心啦、啊！我们 take 相信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先给我电话号码吗？我给你他的电话。他哦，你有他的。啊，假爸，你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我还没有假爸的电话。等下给你。我也还没有。不要，我觉得你连电话号码都会骗我。不会啊，这样严重怀疑，对，好狠，严重怀疑，你最狠的、啊，你最狠的、啊，你狠的、啊，啊！异世界，不出吗？不出吗？异世界，啊！哦，好了，好，再一次 ，OK， 这样子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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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cial day。学长，当然啦、啊，现在信用破产，总要毕业一下、啊。我去忙我的正事，我要去做。Okay. 对对对，要练车。我现在这边先进一个。把你解套。你是那个小红？他们账单又不收。是啊。坏呀、啊！他们不收都不收账单。练一下身段。奇怪、欸。掉，不跟你验。踩到了，账单都没收，每次都没收、欸，还是他不会收。哦，图能的小红，不是我啦，你认错人哦、喔哎。小红是后面那个，这个就是他是小红，因为他妈的那明明就杰克森马利克，我是小红、啊，是多久？我是卢卡，我是小红、啊，是杰克森，你是我跟你讲，你的脸跟卢卡真是天差地远。我跟你讲，你跟星星一样啊。红头发的先生，来一个杰克森叫你。不杰克森，小红叫你的比较长的哦，我喜欢长一点的。我啊，那我呢？那我头发，那是我、哦、头发、okay、长一点。哎、欸，还你手机不行？我要呢。哎，干嘛？我的戴帽子啊！各位，我建档啊，要讨论呢。OK， 讨论呢。八点开启，八点其实也没这么多警察，我们是用一个很卑鄙的手段才。才抓到我们的、啊、卑鄙小人 LSP， 真的有个卑鄙。我现在来发推特，把他发哥，那、啊、我手机呢 ？Call me baby， 我们同一个 plan， 明天再用一次。OK 啊 ，Call me baby， 啊，一定在你的身份证被拿走了。谁、欸、的手机不是那谁发推特的？我没有手机啊，手机还我啊！啊，要发，为什么要拿？回家再发，知道吗 ？OK。不要再骗了。那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偷用，我就把你们手机没收，不还你们。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不是我没收的。我要加电话呢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等一下再加嘛，进去再加。进去要怎么加？啊，你要先记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的813604。哦，不记得是不是？没有，他的。偷那个身份证干嘛？那个女生的。信用破产 ，LSBD 信用破产，信用破产，你还在发推特？手机没拿起来，现在在发推特。哎，你们警官偷普城身份证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Fuck you。那你们这边卑鄙远景，卑鄙远景咋办？来吧，卑鄙远景咋办？开设个卑鄙，没错。OK， 对啊，呆就呆，跟随谁？可是这个东西是他人的身份证。
他压在他，他压着嘛，他没说被拖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这样？您请他本人来解释。是不是你的罪名哈？他不在。那个钱就要一去不回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唯一拿来纪念他的东西啊。非法监禁、拒捕、抢劫、证明有被拥挤、谋杀、持有毒品，然后持有毒品身上啊。OK， 量总共15,475元加125元。OK， 我知道了。OK， 我知道了，那你可以还我吧。我这是先还你，我这是先还你。OK OK， 还是你的警徽给我，身份证给你。也可以。在讲什么、啊？你在抢什么？哈哈哈。强林在第一认真这边请。嗯，还戴安全帽的。哎、欸，你还没、啊、真假？你拍照还戴安全帽、啊？真假？就拍一下，就拍一下。欸、我要手机耶，为什么你们都有啊？强尼赛迪先生，强尼赛迪先生，哎，我可以进去了，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我可以进去了，我在我手机843536，843536啊，顺便加一下。#真心不骗 ，OK， 你这道真心不骗，843536 ，OK， OK， OK， 进去了 ，OK， 哎。讲一下，吃了20我今天讲今天挪沙吃了多少？屁小人，10,500。Hello， 有了吗？100多个月，我们都一样。为什么那么？我们开导3个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要撤退了，然后就把我们骗出去，他们信用破产了，卑鄙小人。啊，你们怎么那么傻？他们说他们远景死伤惨重，我们想说体谅他 ，OK， 然后结果嘞，出去他们已经架好枪了。安琪，我让全洛圣都都知道，他们 LSBD 信用破产。那只能说你们太浅了，不能相信警察的话，知道吗？我是真认的你。风发文。不止啊，他们那时候不是不止7个，加后面来的不止7个了，因为那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就6个了，那时候都应该都可以抢 BOK 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讲，剩6-7个。后面我是不知道加入了几个啊。喂，怎么啦？你怎么那么生气啊？现在开始推广 LSBD 信用破产，警察的话不能信。他们我们放倒了3位警察，然后呢？他说他们死伤惨重，说他们要撤退了。结果好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出去，我们体谅他。出去呢，你就看到一堆人站好位，然后呢，直接把我们扫烂。警察的话可以信，这不是你们教我的吗？警察的话不能信。我们是体谅他，你懂吗？体谅他，结果你们就出事了。对啊。妈的，警察是不是欠？后来上这个之后有没有？妈的，信用破产是不是啊？就马龙跟另外一个戴毛帽那个人一开始不在，对啊，信用破产、啊。今天有领到礼包了吗？啊？今天有领礼包了吗？领你个头，领你个大头！我们就在监狱领个头。我说在去之前。我2点才醒，国际时间。哦，你2点 ，OK。对。
我以为你倒就行了，难怪今天都没看到你。没有，今天睡不到。我忽然找到粉红帮的信息墙。安眠药。啊？这你又做什么梦了？做什么梦？什么意思？有看到 Jake？ 上次有人跟我讲，他做梦梦到他去打保龄球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做梦。啊，那你就是一路昏睡了。对啊。好了，你们来监狱聊了，拜拜。等一下我在卖毒。好了，拜拜。你们做得很好，真的。那我卖了200多包。我们没想到他们会直接拖出去啊！他们上楼梯，他们进来不是打人，他们进来是拖人。他们这招也是噩梦，因为我们在打，我们不可能拖啊。可是他们进来是直接，他们直接把倒的拖出去，他们也没开枪。你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好像没进来。你要到上次那里吗？三号塔吧。三号塔。哎、欸，你们进来了吗？哪里？哪里？去三号塔，走走走。波斯还好，因为我们可以 cover。我看我没看到你们走出来啊，你们没出来啊。OK。走走走走走，有谁在外面？妹妹在外面。有人在外面吗？有啊，妹妹在外面啊。滑起来啦！滑起来，宝贝。乖，进监狱前要先带个滑板车。没错，不然那跑好久啊。就不用跑步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 no mercy。监狱滑板车。我们再去这个一次 ，no mercy。我跟你讲，我感觉这个 plan 给你有一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，对，我们要坚守，坚守。下次我跟你讲，我们物资带好带满，妈的发哥带直接带台脚踏车进去，然后放一点防弹衣之类的。对，我们没有把他们外勤都打倒，我们不出去。没错，不是你们到底为什么敢出去？没有，他们就有两个白痴啊，真的跑上去，真的跑上车、啊。我没有跑上车啊，怎么会信警察的话？哇，没有跑过去啊，然后右边有一个，我就扁他了，然后他们就扁我了。你也扁啊，我还跑回去、欸。我跑到最底了，我知道怎么回去，我当然直接扁啊。不是，你知道他们想说这国际时间这个点，想体谅他们、嗯、，OK， 结果他们利用我们的良心。我们这个不就不能哎？对啊，你就被骗了嘛。不能心软。刚刚就说不要出去。请问，刚刚是你们两个喊说要冲出去的、欸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他们谈到一半就出去，不是谈完才出去。对嘛？他们出去什么。然后我问的时候都没人回我啊，我一直讲又没人回我。对啊，我们是八狗，不是你们谈判内容。我们是黑帮哎、欸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我谈的。我谈的。他说什么？有人加油，没熄火爆炸。对啊。啊，有人笑得很开心啊。我们是黑帮哎、欸。对啊，黑帮是干嘛信警察的话？真的哎、欸，你们都被骗了。没错，我真的觉得如果不出去的话，我们这应该随便赢的。没有啊，下次我们就带脚踏车来，我们带脚踏车来，然后放点防弹衣啊，然后带用子弹，然后我们扛大枪过来。Bob K 肯定可以用那个哎、欸啊，那个感觉比实验室还稳。对啊。#不能实验室实验室稳的是因为你看得到外面的动向。那我们随便搞一个，随便路边随便拿一个计划出来，都比那个我们想那么久的计划还什么鬼东西？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这随便想到一个计划，而且那个盾牌冲进来的时候跑不过来，我操，跟蟑螂一样。我把欧巴放倒啊！那不是那是谁啊？那苏瓦河是谁？哎、欸，可是下班了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哎、欸，他们如果我们是在用这个计划，他们骑摩托车上来其实会更难打、欸。他们这是没骑摩托车上来而已，他们只要有车上来都很难打，因为他们冲过来第一瞬间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等一下那个警车被我们射爆，等一下炸到我们，他们就被我觉得攻击了。我觉得如果他们下次再用这个计划，他们一定会想到用车子。
应该不会啊。汽车可以，汽车可以，只是他们汽车会卡在那边。汽车进不来啊。如果是摩托车会很难打啊。摩托车那他们就可能车会爆啊，所以我们要远离啊。小红那时候怎么倒？我打、啊、我出去打两个啊，打两个后面有第三个冲出来、哦。后面有一个怪在角落那边、啊。爆战机，我打一个。我打两个。我不知道我没有打掉。我打倒那个什么、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打、欸、我就狂杀、啊。我觉得我一开始很像打掉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小红是我们两个嗜血了。对。对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有打掉。杰瑞的真神，那警察是硬到哭哎、欸。哦，最后那个。对啊。哦。他们五个冲上来耶、欸。那这次又是赛迪在水了。没有啊，旁边那个啊，旁边那个柜子有一个、啊。我打那个，我打第一个盾牌的，然后第二个跟着盾牌上来的。有的尾刀也是打嘛，对不对？奇怪。对啊。对啊。没有哦，那个盾牌我打一管哦。哦、那个盾牌我也在数他那盾牌我也打一管啊，我打在盾牌上。好啊，你们全部打盾牌打一管啊，然后他不是啊？那时候那时候看到这盾牌啊，后来第二波他说什么？他们那个什么、啊，他们好像没有配合好、欸、他们盾牌冲盾牌上来没有人上来，他、啊、盾牌跑好快哦。我有看到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再逃狱一次啊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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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狱的，跳啊跳啊，你跳。哎、欸，逃狱被抓到会不会 double 啊？你叫妹妹开一台货车过来，然后我们跳过去。上次那个差点就成功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账单都不收啊？都在他们一直不收我账单、欸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们判多少？一万五千，一万零五千，一万四块，一万五，一万零五千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小红的枪在我这了，两张二。小红枪在你拿，我帮你扛了，小红。啊，格雷不知道扛。啊，格雷。啊，我没有说啊。哎、欸，这次我有来哦、喔，这次我有来哦、喔。15475，230，谢谢。96753。1450207，关我屁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本来应该是我跟那个谁，不是你要想，我跟杰克森是贡献最多的、欸。对啊。问这样讲，凭什么这样讲？我打两个啊，有人谁贡献比我多？啊啊！打到一枪，他跟我倒也是打。打两个，你最早倒啊，有什么用？我一直锁那个 smart、欸。为什么你一万二而已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只看得到 smart。然后还有那个布鲁托啊，布鲁托不知道有没有打。我打那个，我打布鲁托，我很清楚，我看着他脸把他打掉了。那他应该有个傻逼，有个傻逼把技能卡在门口啊，然后我扫他一管。我打布鲁托跟那个第一个拿盾牌的，感觉拿大枪那种机会比较多哎、欸。不是那个。太小吧，子弹不多、哦。冲锋枪没有啦，我们本来东西就没备很多。冲锋枪大概要半管，或是那个物资啊，大概要半管，或是到一管才会倒。我记得十八 C 好像差不多。十八 C 其实真的好像，对，十八 C 射的还比物资还慢。有吗？真的假的？说，我就是物资射的快呢。物资优点就是要射的快。我刚才加到那个克莱贝尔的电话。真假的？啊，假爸还没给我电话、欸。假爸有啊，我给你 baby 小人的电话。OK。哎，我的电话簿 baby 小人。843253684353。843536。843536。对。baby 普说，因为我们他卖了200多包。真假的？交付人。打算找他讨那个罚单钱。罚单费，没错。两百多包是多少钱？30包7000算五万多，对，差不多五万多。为什么？哎，刚好哎，全部抵掉啊！哎，为什么要骗人？太坏了吧！太坏了！但是我也心软了。没错。对，现在不管国际时间几点，我都不会去了。我好想要他们的警徽啊！这计划还蛮猛的，讲实在。哇、欸，如果我那个放了我们站的警徽，会不会上面是我的照片啊？不会啊，你又不能用。我把照片换，把上面能不能把上面照片换成？他们是指纹辨识的、啊，指纹辨识的。对啊、欸，他们在骑车的时候还在车上会拿枪吗？没有，他们骑车会拿枪，会有什么？他们骑车拿那个冲锋枪啊，就是开车只会有手枪吗？开车只会有手枪，他们一直拿，一直都拿。我是想说，如果要到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直接扫一管，然后再绑上去。如果还要的话，这样可以吗？扫一个、哦，我觉得先不要，扫一管，因为你他们这次
他们有阴影了，他们知道我们来这，可能就是要 shot fire 了。嗯哼，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计划真的要有物资，要而且不要心软。而且不要出去，我们每次都心软，每次都输了。到底在心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开始没错，不能心软。在心软什么啊？我们昨天也是心软，绝不心软。前天我就说放一把石头在地板。不是他们，你知道他们进来不是打我们，他们是把人拖出去、欸。哇！但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拖出去啊？我不懂。他们不怕自己被射倒？为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懂啊。那没有步枪吧？他们那防弹衣不可能、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拖出去的那是一定。我刚才进来的都有带都有步枪，我都有看到，都背死。要说我们可能是我们没有步枪，他们觉得冲锋枪可能还好。他们拖得很快啊，不像我们要很久。哦，哦，你很懂哦，他们也训练过啊。啊昨天那个拖尾也是那个神手的，游过快、欸。哦，你说拖着上靠那个、啊？对啊，那拖尾是哎、欸、一下来马上就拖走了。一秒钟的事情，拖着上靠真的不可取、欸，真的不可取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那个卤蛋头也不可取啊，可惜今天没遇到他。我们再想个计划，绝不行了。不用啊，感觉那个、欸、我们等下出去再一次。没错，我们再出去再一次。神经病啊！你们神经病是不是啊？那个、你们不会痛？不行，一定要把那个假巴给崩掉。哎、欸，没错，骗我。对啊，我要先崩那卤蛋头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先，我一定要全部人都崩。哎呦，嗜血小红，嗜血中，你们真的是嗜血啊！嗜血小红，卑鄙假霸，不是，就是要嗜血一点，像你们心软啊！你们没有发推特、哦，我推特都发两个推文，我不能发哦，我发了人家影响到兔的声音。对啊，我也是，你发不了，你又怎么了？我会影响到汉堡店声音。对、啊，你们在平常汉堡店要点10000，哎呦，拿错了。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不是你们两个可以发，我不能发哎、欸。为什么？然后我之前发过一次被骂，所以影响到可能通的声跟警察局的声。那再骂一次的骂第二次应该没问题。不要，没事啦，我是卢卡呢。他帮你扛，他帮你扛，他帮你扛了，他允许。哇、啊，叫我们了不起，不要来车上买车嘛，奇怪了。真的，他偷蒲雨辰的身份证。哇，每次都偷东西，也不是偷雪碧、偷可乐，就偷身份证。没有，后面本来没那么多人，后面突然看到一堆人。他们个。先三嘛，然后后面原本就六个了，原本在超张六个了，然后刚才到了不一定不止六个，刚一定不止啊，肯定有十个啦，没有，感觉那个倒的一定送医院啊，那倒一定先送医院，第一波倒三啊，那肯定是后面有人在上班，那有一个说什么刚好起床练车，刚好起床练车，然后跑来支援了、啊，嗯哼。他说他被扣来支援，想练车，然后就被扣来支援。受不了，还是我不刷，直接去吃晚餐。吃完差不多出，我已经边刷边吃了。我也要吃一下，好饿。那我直接去吃晚餐好了，放在这边蹲着就出去了。没有啊，你就扫一下。没有，你就边刷边吃啊。对啊。他们无线电在讲什么？听不懂。我发现我们最近越来越疯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。有吗？我们最近越来越疯了。疯的是你们哦、喔，疯的是你们哦、喔。有吗？我不觉得没有很疯哦、喔。你是你也很嗜血啊？有吗？嗜血小红。啊，越来越嗜血了，不是疯了，越来越嗜血。不是哦、喔，开人会开上瘾。哇，我不少了。上瘾。我逃狱了，拜拜。你逃狱了？对没对，我可以逃狱啊。我们今天下到。他上次跳下去，然后直接晕倒。今天不是有开会吗？说了什么？干嘛啦？就乖乖扫地就好了。要有那个、啊。以后说大家要讲一下，或者是要让他们穿好东西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是谁。啊，还有其他的吗？
今天开会没什么重点，没什么重点，那我们就这样。哎，有一个重点啊，那个以后往后在街区看到有人要去搬家的话、啊，直接过去跟他收保护费。200辆啊，不 OK， 我们有喷漆了，切切纸，就我们经过看到有人在抢。就一直收一下，好可惜哦。上次那包给我就有看到跌值。这两个是重点。哦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根本也没有人要来收，这样没了。我们没有听到母亲的。有。好。就好可惜哦，就是赢的超级。我知道，我跟那个我跟凯特在，我现在已经在监狱门口，然后凯特要过来了。知道了。是被骗了。真的被骗了。你鬼吧。刚睡醒，对，没错。如果包 K 可以抢的话，我们包 K 用这个计划一定超强。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抢包 K 的。我们不现在因为我在卖。你会代志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刚刚。那你卖吧，没关系。我快卖完了，你今天给我的快钱不卖完。他们外勤人员300包。对，我剩最后20包。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啊，外勤人员。对啊，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去刚是去包 K 赢面很大，因为我们是大把的。没有啊，主要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赢的，只是呢出去了。没出去他们肯定没办法。啊，你还记得你昏迷的时候有大你有抽大吗？你知道吗？没意思。哇，那你也是很猛。昏迷的时候还可以抽大吗？差点就跑出去了。勿烂醉，没事啊，再接再厉。没事啊，我们这样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都一定开赢了。对啊，妈的发哥，我们现在长记性了，我们不会再信他们。因为找他们去第二个灯塔那边，他们在那边找地，早就不开心。我们直接定地。到底是谁说要出去的？赛迪啊。那林卓谈到一半冲出去啊，可是我们冲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见了，全部都躲好。他们谈判内容是怎样？说他们死伤惨重，警员，外勤单位不足，然后呢说下次再战，然后我就说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出去了。我感觉如果他这样讲的话，你应该要等一下。我们要等啊，我们等啊。对面我说等很久了一下。哦，下次嘛，下次就会了。监狱里面有其他人吗？刚才看到里面有人在滑电动滑板车。那个啊，格雷啊。是吗？嗯。那边呢？在门口那边。格雷刚滑过去的。没有，我只在说。不是他吧？我看起来不像他、欸。拿枪对着他，我不是这样。拿枪对着里面的囚犯，好狠哦！太扯了，人家手无寸铁，这一至少吧。有，对啊，有狱警哎、欸，没办法，哈，有狱警来背着，你不怕被抓进来啊？那也要有他要帮我把我抓进来，嚯，很冷。不然你们这时候醒？为什么十点的时候你不在？是我不在又没差。哎，你的车晚上才可以拿。啊，还要晚上可以拿？对。那不行。那可以吧？不是。还是现在其实他还没改。交代没有，我老板交代我说明天晚上才可以。他是不是都还没改？然后问他。这放这么多天，你要改？你改什么车？前一天才改。小牛啊，太奇怪。哦，你改什么排气管？很炸吗？就反正马丁那个吧。马丁那个，马丁有改过吗？不知道，他们都说马丁那个。剩68个月啊！是27个月。27？我的哦，对啊，你比较少，因为我比较少。格雷，你怎么分这样？
怎么帅吧？漂亮妹妹想租一台摩托车。漂亮妹妹怎么漂亮妹妹那么像那个？在哪里？那个不会是那个吧？感觉像 Michael 哎、欸。怎么感觉很像 Michael？ 感觉你有需要懒人包吗？蛮需要的。什么懒人包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被警察追了，快走、那个！你讲话大声一点。对你们老家等我比较快。今天那个贾新南他们有办那个摩托车大赛，摩托车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个谁，欧吉跟那谁，那个叫什么？忘记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米歇尔。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那个谁，贾新南好像冲过去做米歇尔一拳。内容嘞？内容好像是什么？贾新南说米歇尔之前好像跟欧吉吵架吧，然后吵架的时候跟米歇尔跟贾新南讲说他跟欧吉分手了，他现在单身，然后贾新南找他约会，逃避欧吉，然后现在不和了，贾新南就说他在骗他，所以他揍了米歇尔一拳，然后后面欧吉跟米歇尔去找他聊，然后最后谈不拢，谈完之后贾新南说他以后见到米歇尔就要揍他，然后欧吉跟他讲说你试看看。你敢揍他，你就试看看。然后今天欧吉在街区有遇到蒋新南，后续欧吉在街区有遇到蒋新南，开着货车在送货，然后欧吉用皮腕把他撞翻。不狠的。哎。啊？什么？哇！谁啊？刚刚有人讲无线电吗？有啊，你妹啊。有啊，我是你们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还有35。为什么你们都扫那么快啊？为什么是我最重是不是、啊？你几个月？我125、啊。因为你拿我的枪啊。OK。我才70，哎、欸，我才80个月。230赞助是谁？没有，没钱。我要给你看户头是多少吗？这多、啊。我怎么给你看？你把你银行户头的钱全部汇过来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汇过去你要汇回来啊。OK。真的吗？对，改天再会。OK 啊，你说的、啊，你几号？230。真的就会回来了。绝对。OK， 快过去。他才不会。我已经会了。他会多少？他妈，你有80几万啊你！哎、欸，我会94。然后我在他面前闯红灯，笑烂。OK， 你有那么多钱是怎样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有个80万的美角。我真的是不想缴啊。80万的美角是什么东西？那个车子啊，他们一次就那个摩托车啊。哎、欸，你要转回来啊？没有啊 ，No mercy 啊！是不是傻、啊？刚才都被骗了、欸，现在被骗了、啊。那你们给你一个教训啊！你是抢什么？快点啊！超杀！不然我拿球棒啊！你们抢超杀？我以为你们抢 OK， 然后用那个人道哎、欸。226，226，我跟你长一个记性啊！啊，你们抢招商为什么会判那么重？哎、欸，杰克森，帮我算我的，顺便。哦、欸，不行，算你的，对，多少？对对对，不行了，不行，957。哎、欸，我有球棒哦，我有球棒哦。我们两个人嗜血哦。外面哎、欸，外面有 AK 哦，外面有 AK、哦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人嗜血，我决定。好了，我让他长记性，我让他长记性。还我的人、哦。7000块，找你缴。哎、欸，253。253 OK， 我哎，有一个人直接不爽点，7000也还行啊。他直接开始吃东西哦，然后一人一半。哎、欸，猴子，猴子扫一下，下次不能再信了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他扫完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有人质了？他，我们用人质了。我讲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没有人质哦，我态度很强硬的哦。他说他们死伤惨重，然后人员不足。然后说有人还加油站没熄火爆炸，然后呢说下次再战，我说 OK， 结果呢？屁孩，结果呢？就造成这个局面。这是杰克森的。嗯？啊？我真的觉得那个警察大众，他刚刚很失望。谁？他以为我要带他出去约会。哪一个？谁？小烂。你跟那个小李维。你是代课、哦？小
小李文，那帮我判案的那个麦克啊，好像是麦克，麦克长蛮帅的、啊，所以你们是怎么样被抓啊？有吗？就他穿衣品味超丑的，我就是要穿一个太早倒了、啊，还有两个人真的信了、啊，然后走出去了。他发现什么好看？是你们说好一二三冲出去的、嗯，结果怎么到冲出去？他冲出去了、啊，我又冲回来了。啊、我是看到，没有拿枪啊，开枪开枪。打个喷嚏啊，那一定就是我在被追。好了好了，你在被追哦，等很久呢，加油。四个人啊，就你们全都四个。累呢，没事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四个人你们最好是打不过了。我们有点累呢，打四个，我们打四个哎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就冲出去啊！赛迪好吗？是赛迪。哎、欸，赛迪有打人吗？有打人吗？赛迪应该没有。你后面几台？你后面几台？打一定都打得到啊，只是有没有打倒而已。打倒的是我们三个啦，他应该也是有打的。三个人。因为我那位置不打到很难嘛。哦。我那位置他们上来，我就是锁烂了。还是我直接把他扫。什么东西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嗜血凯特。现在的 Mary 好像是新手。那你们贩毒要去要去开枪，是不是？去扫了，凯特，我凯特，我听你。没有狠不狠啊？我们还有个，还有一个骑士假霸。你们都喜欢开枪让人家跑掉，就跟约翰一样，上次。肯定的。疯狗、欸，约翰上次很凶，约翰很凶哎、欸。只要能弄，我都还没说开，他就直接开嘞。而且他开是真的有开刀、啊，那我要开喽。他是真的开刀、啊，开很狠哦、啊，超狠的，很锁、哦，超锁的。我怎么要干啥事呢？哎呀，被骗啦！我真的想说快找上、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下次要这样弄这个计划，我们下车先扫一个。对啊，我刚才讲了。OK， 我们手上有筹码，手上有筹码，他们才不会那个。没有，谁想到他们直接把人拖出去哦？神经病，他们。你知道他们那个拖出去的速度多快吗？我完全我以为我们连人都没打倒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 SWAT 在，我看那 SWAT 倒在那个，因为我是把 SWAT 击倒的。然后呢，我看他是在最上面的阶梯，他都已经走上来了、哦。重点是他直接消失、欸，哎，你懂吗？不是，他们到底为什么敢这样上来拖人走啊？对啊。不知道，我就对啊。昨天就已经有人拖着上铐了，已经很夸张了。对啊，太夸张了吧！我就跟赛讲了，那你就拖着他揍他。总不能他们总不能训练有素就这样子乱拖吧？对啊，真的是超级有病。真的。怎么样 ？Hello， 我是你哦。哎呦！我为什么最近那么狠？我为什么你点？啊，你们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是谁啊？昨天拖着上铐那个也不知道是谁。他不是说是那个光头王？赛迪不是说是光头王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不行了、啊，那车太低了。不是，你们没有警车吗？你们没有警车吗？那、啊、是不是？没事、啊，我已经晕倒了。哦，你晕倒了。你晕倒还能讲话、啊？哦，你晕倒了。哎、欸，你嘴巴是不是含着无线电啊？你，我压到无线电了，我压到无线电了、欸。对，你压着。我压的无线电，你是不是侧倒，然后压到无线电？你们在讲什么秘密啊？不要听。他好叮哦，怎么这么叮？在讲什么？最后希望。我跟你说，305，你不要那么叮好不好？真的很。怎么会有这么低的人啊？不想扫地了。那有42个月，妈的发科。
操你！哎呦，我刚刚赛迪，你说上次、这个、你说昨天把你拖走的是谁、啊？什么？踢到墙壁对不对？啊，你踢到这个这个栏杆了、哦？对对，我的小拇指踢到这墙壁。哦、oh. 哎。好的。那、啊、你上次说那个把你拖着上铐的是谁啊？我不知道是谁啊，我不认识警察。啊，长怎么样子？就，我应该有看到吧？就那个大脚车是吧？他靠我的时候是拉着我走吧？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感觉你撞到了这地方很痛、欸，你记得吗？这根很实。没有没有记得很清楚。哎，怎么发型、啊？好像是你这种颜色的衣服。啊？就他的制服不是黑的。他制服不是黑的，好像不是吧？好像吧，那记很清啊。因为那一天不就几个而已吗？哇，不然等下警局叫我们全部穿翻白，然后看一下哪一个。指认大会，指认大会。没有，你还有几个月？我四十啊。哦，我还有五十六。哎、欸，三十六。我五十六，多你二十。怎么有人出狱啊？哎、欸，对，他们都很轻哦。还要多久啊？啊，34。哦，55。他跟我跑去溜冰啊，跑去溜冰啊。干嘛的？没有吧？啊，我们搞小圈圈了。好啊。不过我觉得我下次再去，我应该会成功，因为我那下次带你去，我应该会再继续练。什么？哦，你有？反正女的我不会哦。女的不是最简单的。女的我没练哦。女的很简单的。对啊，女的最简单的。练还可，哼。那我等一下再拿我的平板来玩玩看。我也只会女的而已。Okay 啊。我也追女的，女的最简单、啊。会女的会骇客，那就什么都会了。我只负责女的，骇客交给其他人。骇客我觉得解码蛮简单的、啊，主要是那个1234567，有时候它的颜色会很近。有时候1234567还好，就是找字母那个那个找那个也很简单，没有吧？我觉得1234567比较难。是吗？我觉得1234567。记忆都比较简单、啊、因为它那个颜色，它颜色有时候会一模一样哦。你要记它的那个飘的位置。哦、那还有，就记一个。如果你能记那个最后几个颜色飘的位置的话，你可能颜色记得你就按。你要学那个、啊、找到眼睛都花掉。你要学那个间谍记忆法、欸。所以你是没有接受成功、哦。眼睛眨一下。你们没有进去里面的、哦。对啊，你们今天没进去啊、哦。你们不是说你们失败吗？对啊，我们第三道门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进去？然后马丁失败了，我也失败啊！我失败完我就没有再试了，然后就剩下他自己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还是他差一个。然后啊，不是、啊、你们有进去吗？你们有进去吗？他那个时候六七啊，就是没有进去嘛，就骇客工具那个进去嘛。那你们他就六七按反了嘛，然后就直接跑啦！啊，怎么不直接试？不继续试？我们那边很久了。啊，就继续试啊！就是、我们已经用很久，警察不耐烦要攻坚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逃了。听懂了吗？啊，你们跑掉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回家了。那你们应该继续试的、啊。
不能继续射啊，因为他们会直接拿枪进来扫人的。你就当他们，我们已经花到那个时间了。就我跟你讲，你们手上没拿武器，他们还算了。就是已经到了警察已经不能等的那个程度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是我就继续试了。哦，是你们被攻击了。我们已经试到他们已经要攻坚的那个程度了。你就手上都不要拿武器啊！你手上不要拿武器啊！他们还要打你们手无寸铁的，懂吗？欸，经常被逼。而且我们篮子，不然拿拳头打得赢耶，就守在那个门键就踹他。而且我们篮子已经出去的。我们篮子已经出去了，你们没在顾啊？已经有顾，我就说了，已经等到警察不能接受的程度了。你到底懂不懂那个意思？算了，我们想法不一样嘛。讲的都明白。不是啊，那个警察不是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一直叫他，不要生气的。我干嘛啦？你们就两个。我一直叫马丁试，我们已经试了很多次了。啊，你人质抓着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就抓着人质嘛，不然人质就抓着嘛。对啊，不然抓人质干嘛？莫名其妙。对啊，他受不了，你就进来。对啊，看个扁哥啊，我是喜善版的。可不可以大声一点？你怎么知道我很小声？你怎么知道我很小声？因为他超远啊，你感觉就不敢太大声，你知道吗？被发现了。现在也没有，刚刚无线电路哦。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刚才是跟小三讲啊，你故意，我就这么皮啊，想不到吗？先存好多物资哦。还行。今天领的银行薪水刚好抵发的，领多少？那个什么，那个银行哦，那个字母啊，哎，不是，那个一二三四计数字的那个是几个数字啊？七个。啊，几秒？几秒？不知道。那你记忆不到几秒？十秒吧，还五秒，还八秒？十秒吧。不知道。没有，通常不是自己按错就是解开啦。也不知道，也不会让他时间跑完。嗯。第七个十二岁少年。那不要，那不要理他。我被骑了。好像有个人叫贝奇吧。十二岁贝奇。十二岁贝奇。你还多久？十八个月。泰迪。泰迪在吃了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不然剩多久？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四十。四十哦，因为你刚转的没动。不，来不及，我要还回去市区嘛。结果今天又跟昨天一样的情况，现在换我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啊！又在跟窝们吵架。哇！一进监狱又跟窝们吵架，真麻烦。真是的，咖啡喝起来，小红，你先先帮我们带个咖啡。哎，哪里啊？多是监狱了，你进监狱了吗？进了，进来了。好，进来了。那我们陪伴是这样了。那我们要出去了，我们要出去了啊！你继续好。对，我们要出去再抢一件套装，那头骨不能再一次。对，你在里面等我们。不行，绝对抢不了。神经病才去抢。出门了。这警队都出门了。
喂？找弄一下。谁呢？他不是在开你的车吗？哦，这个啊，十五个月，你在外面等我一下，马上就播了。你很钉你超钉的。你不知道钉的意思？好吧，那是我不好，就是你有一点，智障，有点神经，有点傻傻呆呆。嗯，他有一点。有一个。国家的语言不是就是有三个字母拼出来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在洛圣都讲，你很听哎，干嘛？我感觉你也理解不了那个是什么意思。太听了吧？我懂啊，我懂啊。超听的，要多久？很久很久，还有32个月。很久。先自拍一下，建议你从小角度角度。多久啊？我要出去了，快了，11个月。菲利普，你在哪？我在。来三号塔，来三号塔。三号塔怎么去啊？那你应该不常进来。你走进来，然后靠四号塔，靠四号塔，直走就好。直走，它会有一个墙可以穿，就是可以直接走过来。四号塔在三号的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看到你们了。在左边，左边，你跑左边的。反正你也卖那么多包了，没差了，再多一点差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从那个墙进来就好了。不是，你要带你包进去送。别闹，我被判单进去了。我卖的快300包了。不是，我说你送进去几包？20上下一包。不对，好像没有了，好像剩赃款，因为他们没有判我这些东西。你拿几包去卖？我最后卖26的样子。那就收16包。就大概送汤。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讲话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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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对啊，金凯这是什么时间起床？那他就这样啊，没有用啊，继续啊，没关系啊。被判15个月，我不是啊，我下午、中午到下午都在啊，我那时间在有什么屁用啊？我有什么用啊？直接挖矿来干嘛？莫名其妙。对啊。我那时候学一下，学一下我旁边这个好不好？他挖矿矿工哎、欸，一天5万、欸。打砖要打到电脑吗？唐，你挖多少啊？唐，哇，我去比个摩托车比赛就赚5万了。唐，我问你们哦、喔，你问啊？你们作战开始的时候，5000天是不是只能用你们四个？没有啊，要开始之后只能用是不要，对啊，不要参与就好了，你不要讲话，不要参与，不是你不要讲。有关于这场事情的东西就好，就是你不要说，假如说他们去抢钱，就你不要然后假如说你不要跟别人说，不要跟别人说我们 Vagos 有4个人去抢，可是你在里面可以啊，你可以在里面听啊，我在里面可以啊，不要讲话就好了吗？你讲话也可以啊，不要讲出什么情报就好了。就而且不要出现人嘛，对吧？那我今天拿什么棒球棍？可以吗？你的棒球棍呢？你今天不是拿棒球棍？可能是有人拿棒球棍，然后他可能觉得你的棒球棍。棒球棍是我的，不要碰我的棒球棍，谢谢。好，我的金箱是朋友的棒球棍。
不是那个谁，赛迪，你不是把我棒球棍拿？不同的、啊，不同的。我没有拿棒球棍啊，棒球棍在身上。猴子穿领的没啊？那个就是我的。我的领啊，都领领啊，差不多领啊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那么监狱枪是通用的吗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吗？个人的，个人的，个人的。那你怎么就送了个近战武器给我啊？是你忘记拿了？那个、有可能是你以前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从头到尾送了两把，包子一把半。那你也是很会算。那你没有、啊、那 你可能随身带就会被送进去，然后你忘记拿了，你懂吗？不可能，我这辈子没带过近战武器。啊，就是他放错了吧？他收太多，然后他根本不知道给谁，所以就随便塞一个人给你。就是那个幸运了，他还打电话跟我说，我监狱箱很多东西。剩多久在里？菲利普剩多久？啊，我看一下，21。好，我剩一。干嘛啊？啊，你要出狱了，什么鬼？啊，好的，我有。我出来了。我觉得你今天做得很棒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我尽力了。知道，尽力就好。哎呦，干嘛啦？干嘛？你不要推他啦，我在拍照、欸。奇怪、欸。哎、欸，唐，你挖了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我挖，我今天没事，边报边讲。你一天挖多久啊？你一天挖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拍就好，不要发推特、啊。不想公，我不想公开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慢一点，我三十号以前没有那个没有到十万，好，你都怪那个现在过来那个。嗯，怪谁？他在挖矿，有人一直进医院，那也没办法。是啊。对啊。哎呦，这个对啊，有点生气哦。没有啊。反正还好啊，34万而已，很好赚啊。对啊，34万而已，随便丢一丢就38万了。你还有6万呢？6万不急啊，你要先把车贷缴掉。哦，好。不急啊，真的不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就好了。你们两个要抱多久啊？好恶心。那很快啊。哎，小红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。要干嘛？你不要包他们东西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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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他们又来了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！哎呦！干嘛啦？那你们两个到底干嘛啦？你们两个可以听一下吗？有点恶心的。什么恶心？我要发推特。尊重可不可以 ？Respect 可不可以啊？不然等下你们就去洗餐盘，我跟你们讲。你注意哦！你现在注意哦！怎么了？我严厉斥责！我现在严厉斥责！现在怎样了？现在怎么了？又被抓去猫咖刷盘子！要编你怎样？是怎样了？对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嗯。现在勾破。我今天不是在那个东南那边不是有红酒吗？对啊。深深。我拍了。我妈的！你等下干嘛？哎，我要喝咖啡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有什么话都跟我讲就对了。我今天已经跟几个好几个人约谈。这么怀疑啊？还有关系啊？没事，怀疑是正确的。那、啊、你刚睡醒？发个呆。OK。你刚睡醒？你刚睡醒？拉一下衣领。你说我吗？哎、对啊，我两点醒的。晚点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已经没毒可以卖了、欸。晚点去打电动啊。OK 啊，打电动啊。OK 啊。要那个吗？那个歪肌肉。哎、欸，看可不可以刮？看可不可以刮？刮一下旁边。要不要？哎、欸，干嘛啦？最外面的那个肌肉，嗯，最外面那个。啊啊！你看，你们就真的张宝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啊？哎、欸，妈的！
你他妈你帮我，不是，给我绷带，你现在立刻回来给我绷带。你啊！不要乱抱我，知道吗？对你抱不是啊？妈，看久一点，看久一点，看久一点。OK， 这乱抱我一定扁你啊！虽然我已经扁了，那你好了没？你不知道我很嗜血的吗？ 是你抱我，只有我可以抱他哦。对啊，尊重，尊重好不好？那你抱我的，等一下叫你去洗餐盘，我跟你讲。他们还要主动一点，不是我们讲的。吉姆凯特，赶快去洗洗啊！吉姆凯特，我操你妈！吉姆凯特，你赛迪怎么还在里面？你皮鞋练太久了吧，赛迪？他刚没扫没？你肯定睡着了，还有八个月。你6/10签了没啊？明天没，明天晚上，明天晚上讲了晚上吗？所以明天是礼拜日还是礼拜六啊？明天礼拜天，今天礼拜晚上，今天晚上。那我明天晚上要签两台车。我今天晚上要去签约。啊，几台？啊，喝咖啡。GT3啊。对哈。18号。你那么快啊？那明天晚上一起跑啊？没有，签约又不是签车。啊，对啊，我什么时候要签约啊？忘记了。18号，十八号。18号，赛迪，我明天就进去了。没有，你17号的时候去确定一下。对，凯恩说那个明天的赛制可能会变一下。哦，对，明天赛制会变，明天赛制会变。以后会更刺激一点。啊，你们卖毒啊？通常車你看他都会来跟我讲。你说那个垃圾车大赛吗？哎呀，没有，在他眼里我还是会开车。以后会刺激一点，没有，大家都会知道，因为只跟你讲。怎么样？有道具赛是？会有香蕉皮、啊。我捡到那个蘑菇。香蕉皮有什么用啊？无敌星星。会有那个摩托车放在地上冲去地雷啊。哦，那不错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明天知道新赛事，你应该蛮开心的。我吗？是碰碰车大赛吗？那我要开大。不会。碰碰早就是。其实我一直在故意撞人啊。还是我明天就开大脚车。明天同一时间啊，不对，今天晚上。我建议你明天认真跑。天气再来 啊，明天再来受不了。那点数一定很多。明天一定要搞点新赛制，点数很多的。没有，反正建议你认真跑就对。好、我第一名有氮气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。啊、看等下如果有人可以来，扼杀一下。真假的？讲讲你也信的。赛迪，我第一，你第二。我感觉小红这样讲那个东西，不是你们随便想就想到的东西，应该是在更好一点。那应该是 R35一台。没有，其实我都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又知道了，来你讲。我们去旁边讲。好，走。OK。等一下你就说，对他真的知道，他们就行了。OK， 你要先想一个道具，你要先想一个东西出来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又没有跟他讲，我们只是让 只是让他让他们知道说我知道。一把武士刀 ，OK， 什么？你就说那个卢卡那把武士刀，真的假的啊？我就说我知道吧，欸、我就说我知道吧。真的哎，太扯了吧！凯特有线报啊！哎呀，下面这是你会喜欢的、那個、你讲的啦？喜欢什么？谁跟你讲的？我是神仙呐，我会通灵、那個，通灵术大师。卢卡那个。这件事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车长知道吧？你干嘛？我都写你们在讲什么？应该知道了吧？跟车长的卢卡也有吗？有。他有说可以吗？可以。很猛哦，很猛。什么时候可以买？没有，不是可以买那个第一名就有了。啊，第一名。所以第一名是右驾 R35吗？你不懂啊，凯特想要的。不是啦。那第一名没掉啦，我没救了。哎呀，你车子可以穿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，跟你讲，那个马龙不跑了啦，他往后出国了。马龙在也得被我摔下去了。赛迪帮我跑第一名是谁？漂亮。啊，你车给R34给我、啊。OK。我觉得R34没有你速跑好开。对啊，我R34没有你速跑好开呢。啊，我就没车了没？我车要改管。啊，没有，没有你改管，他到时候被扣走就没事了吗？对。那你等下有空吗？干嘛？那你要帮我跑第一名。你要不要打电话？还不交哦，等下打。我不跑啊，我就随便开一台车去杂耍就可以了。你那是定金呢、欸，你还没付完。啊！哎呦，干嘛了？哎呦！不要尖叫！
真的哎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，飞利浦，你又还没，他妈的，是要想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你哦。他出来，你又还没付完钱上学啊？那是定金而已。对，杰克森，你问杰克森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先交头期。哎，我这滑板车能不能改喇叭？对，就是那一把。应该不行。去哪？回家。哎，所以是送什么东西啊？不能讲。啊，节目开始就知道啦。啊，明天就知道啦。应该是。是什么？妹妹啊！哎，杰克森是那个阿巴上过来，阿巴上过来，帮忙停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我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背在背后？对，帮我停一下。不会是武士刀吧？长。好吧，那他的大锤是在叫我。还好我有缓冲，可以跟附身刀法。我破车了，那从上面往下撞啊！那我牵这台车到现在，我们都还没怎么骑。马丁，这是我的吧？啊，结果对吗？你的 ，OK， 他给我钥匙了，我今天就一直骑啊。OK， 好骑吗？撞回来了吗？啊，怎么那么远啊？不错，好像不翻傻掉。你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应该不会比他们快。我们先走。去哪？我这样，去修车。好。来自民间吧。湖南也有可能有人啊。怎么忽然跳不起来了？二十几才能翘，他在后面都不能翘了。乔，就在前面。乔，你干嘛？小红飞出事了！妈，干嘛跳车？他想刷盘子啊！乖乖刷了。我们是民间，然后医院等你们。阿爸在小红吧？阿爸在小红。我在小红。嗯。小红怎么这么撞跳？这么钉啊？钉什么？小红你也好钉哦。那是我自创的。你帮我高。国外不是有一种词吗？用三个字母拼出来的，那个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很笨、很傻、很蠢、很智障、很神经的那个意思吗？嗯。然后别人都会说：“哦，你好什么样？”可是那个国家的词我不会用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自创一个洛圣都的。OK。就是你好丁哦。那、你等一下车钥匙借我，然后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试一下那刀，我还不知道这台车可不可以过，我怕我会进去，所以你在那边等我。好，可是这个高速翘不起来，我觉得你要可以吧，应该可以，你去旁边看一下。你们先去，我就看他那招能不能成功。你们去医院找小红。OK。这个份我还没上去，等我一下，我腿短，腿长。OK。好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小红到医院了。OK。不行。我就说他可能不行，第二个吧。不够高，跳不太起来。但是第一个有可能是我速度不够，有可能是我速度不够。我觉得是跳的这个东西。
因为如果速度够的话，应该可以踩上去，我觉得。经验吧。没事啊，我没什么。你有绷带吗？你要吗？对啊，给我一个就好了。我没什么事，滚了一下而已。我送你。好。就放个东西。我知道我刚刚那个护身导法飞过汽车那个比较顶。那个好笑。然后你还坐在车上，很好笑。嗯，我就看你啊，看着你啊。你看好顶哦、喔。街区。啊，算了。啊，最近我以前一直都很想要讲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十八 C 就好了。对啊，最近把十八 C 送进去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过去换车。我说我自己这边啊。嗯。刚刚在哪？我刚刚安全带系着，然后它开，我突然就飞出去了。我之前一直很想要讲那个国外理解到的那个单词，但我讲不出来。没事，我忘记它怎么念了。啊，糖嘞！终于我自创了一个单字中，我就可以一直讲这个词了，太开心了。嗯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！你这胡子很丑哎、欸。换个衣服。唐在医院呢。老可可，老可可。那怎么？我有白色的。那个帽子。怎么了？帽子吗？安全帽啊。阿克勒，你在哪里啊？你这样看起来额头很高。我们衣柜的贴纸怎么？不是开车是不是啊，哥嘞？车没亮灯，我怕我没撞到。什么？我们衣柜有漂亮啊？什么？变大了？还不是主板？大柜哦，你想删掉可以用掉。这一台感觉就是整合一些，没有办法撬的。大柜也是觉得有点烦啊。没有，就是。你可以跑一些低速可以跨过去的地方，然后你跨过去之后都是高速翘的，所以比较那个。可以找啊，可以找低速翘的地方，然后翘过去他们要绕的那一种啊，然后翘过去就赶快跑了，他们也不能电你。因为我没有找低速翘的，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义，因为骑警就跟着过来了。低速翘的原因是要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要找那种他们翘不过来的地方，然后没有、啊、你要想、啊、又要绕的地方。你这种车低速翘，那代表骑警也翘不过来，懂我意思吗？他就一定会跟着你。可是如果他翘得够高呢？我们现在就是，我现在观察骑警的样子就是呢，他高速翘不太起来、嗯，所以我才去找高速翘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嗯，对啊。所以你去找低速翘，他一定过得来。那有没有那种低速，然后我们这台翘得过警察翘不过的那种呢？不可能啊，这台车是输警察车啊，你懂吗？可是他不是可以翘很高吗？撞第三，那我肯定很猛。Fuck you! Fuck you! 我正在翘。Fuck you! Fuck you! Fuck you, fuck you. 我这要给超很高哎、欸。我明天跟你换天。Fuck you, fuck you. 为什么飞利浦现在是跟僵尸一样白啊？不知道。飞利浦，你现在全身是血，然后整个人跟僵尸的白一模一样，我感觉你现在像死人。不知道了。没拍看我，干什么？打架是不是？哎呦，哎、欸、哥，啊，工地主任，工地主任，什么密室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工地主任？工地主任哦，这样都被你发现了、啊、，fuck you， 僵尸。
没有车要乱停。哎呦，车一定要乱停。哎，工地主任，工地主任，怎样？我教你一句韩语，人家教我的。停红灯啊！停红灯的时候看到人家要怎么跟人家打招呼？跨叉小思密达，我学会了吗？嗯，宝都学会了。你那菜知不知道？我不会嘛，我慢慢学。跨叉小思密达，哇小思密达，跟人家迪拜游。你们干嘛悲伤啊？要学他。BOBCAT， 你是哪一国人啊？英文都不会。那我没拼错，那我没拼错，没有，我确定一下，我没拼错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叼着一支烟啊，叼着一支烟，直接背这个。你那是什么？学会了吗？不变体吗 ？MP 叉。哦。跨小游。超像不变体的。哎，我怎么没子弹？你刚才开完是冲锋枪子弹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这是冲锋子弹。我刚跟小红一样发生灵异，要不要打一框？突然下车，不是，他是突然下车，他是突然，我是他突然下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拉入冥界，然后直接晕倒摔在地下道。没事没事，你现在什么？啊？出院了吧？出院了。OK。你管他？又是洗盘子啦，妈的巴克！差点，差点就要洗。我们吵，不要按。对啊，吵死了。前面崩掉是不是啊？朱莹都在改的，我带我兄弟来的。改的，我兄弟在旁边啊，没看到啊，这个啊，这我兄弟啊，这边都我兄弟啊。朱莹啊，朱莹啊，先是你的棒球棍快，还是我的刀子快？对啊，我劝你赶快去洗盘子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怕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打的？你要凶一点啊！你怎么？跟你讲，你继续哈。没有关系哦，你不要靠近我哦。拿刀的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没有这怕的吧？我好像没有试过拿刀子假动作，你想试试看吗？呵呵，要试试看吗？应该是不能假动作吧？我没试过刀子假动作呢。好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等下带我去医院，谢谢。试试看啊！你真的是，那倒了，我已经倒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倒了，为什么？你好，为什么？你没有用哎。为什么？没有真的，没有用哎。为什么？啊、你不要再敲你，不要再敲了。你们在霸凌哦、喔，你在霸凌哦、喔。哈？为什么？怎么？为什么？赶快送他去医院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赶快送他去医院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把猴子车撬走！赶紧把猴子车撬走！你就在台湾还撬他的？别人的最好骑啊！你的脚腕帮你绑起来了。OK， 送诊吧。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我明明倒下来了，那个刀子怎么轻轻一划，它才就晕了？好奇怪哦！哎、欸，赛迪，你们怎么让？你们怎么撬孤轮鼻眼的、啊？那个要很慢。那低速很准。对啊，你就这样抬的、啊，还可以装。你们会加刹车吗？不会、啊，不会、啊，不用加。要放油门啊，然后快加下去再补油门。嗯，就这样。这么好？不能太快，太快它就会下来了。
你有穿真理裤吗？都骑猴子车了。哦，你没有穿裤子。没错，你就是要穿这个看不见的那种。你确实神经病啊！又在乱叫啊。好。哦，这个穿得很高腰啊，应该看不到。医院。我后面载妹子、啊，应该有我好像、啊。而且他穿那种下面失踪那种类型，很适合、啊。是真理还是私理啊？你上已经被周扎完，就开始嘴巴在那边。哦，没错。好，扎完了，没事了。那下次遇到你就。我下次遇到你，我连假动作都不做了。没有你哦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哦，我说别人是真理是私理哦，你是真理哦，你超棒的。啊！你超棒，你最棒的打过去。怎么样？我旁边的 girlfriend 正吗？我车上 girlfriend 正吗？哇，他屌死咪的！妈的！妈！哇，他屌死咪的！他妈！妈的，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妈的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调资源哦！怎么大家都骑这个啊？为什么我感觉你刚一上车的时候，你的车子倒了？你们好冰哦！我好想要十几台都骑在一起的感觉哦。你们好冰。哎，他撞我们，他撞我们，把他拦停。妈的发哥，就前面那 GT3。妈的发哥。Thank you。啊，要支援是不是？要支援。换人场，走、哦。疯子摔车也不需要要人家下车。快跑！让他这样。快跑！让他下车。支援失败，赶快跑。猴子还是会怕僵的。我以为已经被撞了，好可惜哦。车一定要乱停。进来，我差点才出来就要停了。嗯，车一定要乱停。车一定要乱插在路上。那我下车就变这样吗？不是啊，或者不是这样吗？是吗？不是这样吗？下车球棒拿好，准备人家输一下。要停一起啊！一定要停一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不行，立中柱。对，一定要，一定要车柱是必备。你知道，要不是这个土图不能拔，哦，我的土图就不见了。我来载一个真理杯啊！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他是被水冲走了吗？没有吗？那你在吗？怎么看他？还在啊？怎样啦？没有啊，他以为你被水冲走。在啦，我没有那么常被冲走，好吗？对啊，没有那么长。它怎么是绿色的？总共有几台车啊？我们好像总共九台。十台啊。那明天有没有？明天有没有游行？不然明天被……哦，可以啊。我们今天一定游行啊！我们今天去赛车的时候，我们。十台翘古人上去啊，然后按喇叭。你好，真的假的？没错，没啦。真的。在哪边呀？好啊。你地有没有低？我去看。我跟你讲，去赛车，我们全部最后一个弯，要套跑卫星弹，我们要上去起点嘛。最后一个弯，我们全部孤人按喇叭上去的。我们还是有阵型的哦。我先换衣服了，真的好冷。
小红你很调皮哦。怎么样？几分？在跑，刚跑而已。他妈的，我的车，谁把我车弄倒了？第一场、啊，车主赢。超远在跑。你在整车什么意思啊？借握一下，看一下你的握把是改哪一个牌子的吧。不要乱骑。我不要乱骑哦。小心我的刀子哦，没有假动作。没有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哦，我不要你的刀子，我发现我的刀子没有假动作哦。有。我的刀子是只要拔出来挥了，就一定会中的哦。剑气，你刀气，你那个刀气直接化了。你小心点哦，你要注意哦。这是旁边有。现在只有刀子哦。哎，你没有吃的喝的。OK。这个电影太好笑了。还有还在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妹妹，那平板上那个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差别啊？你那你是渣男，不是渣男，你是直男。不是，我刚脑袋在想，我拿的那个刀子很像渣男刀，就是把你的脚底砍断的那种。不是啊，都一样啊，看起来都一样啊。那你是直男？直男会比较分辨不出。用第一只眼开啊，颜色怎么样？那都储备过了。那个一样都是红色啊，那个的差异你知道是什么？那个差异是旁边的绿光，它的对它的绿光的深浅跟它的渐层的样子不太一样。对啊，那颜色是不是不好看？加速没有特别快。转弯也没特别好，没有突出的优点，除了这根管之外。没错，所以说真的，阿珍叔也不是开快，就是开帅。没错，除非拿去开帅那个电脑刷一刷，不然就是开卢卡那台。对啊，只有开卢卡那台更鬼啊！看，对，所以说真的，阿珍叔也没特别快，没特别鬼。就是好听帅，是吧？你好，你好听哦。太短了，龙头断掉了，我三角才快断掉了，真的。炸掉。拉掉。啊！哦。哎、欸，你这尾数怎么跟我书法尾数一样？啊，你有拿去修啊？有啊，修完了。我讲了，是我讲了，你那台书法比我那台好开啊。啊，那书法管子一改，这台车可以丢路边了，有晕倒了。我说了，就我说，都觉得那台特别快啊。如果没有啊，谁晕倒？自己开的时候就那样，而且转弯也不怎么样，速度也不怎么样。这个速度更贵，哈哈，傻屌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要死要死，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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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是哎、欸，格雷，你不是才刚骑出去吗？你怎么直接到了？格雷在哪里？格雷在哪里？应该去沿路看看吧，沿路看看，他有可能掉到草丛了。是他失水了。也有可能，等一下。你滚！我叫过来，我叫你。其实有点吵。其实听习惯就还好嘛。一直在。你在原地，他刚在原地。那是警车吗？那警车呢？刚撞到我，你知道吗？飞衣服。有吗？那你直接把他撞了，飞。而且我可是猴子、欸，我们要支援吗？要支援吗？要支援吗？支援，请支援输赢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向右转，是夺贝利大街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夺贝利大街。有个 TRT 的一直在撞啊！来来，支援输赢啊！纯洁，这个容能界。啊、我的猴子好像坏掉了。去医院，要去医院，医院集合，医院支援输赢。我要去医院，我刚被他撞，好痛。不是，不要一直抽插医院好不好？在干嘛、啊？小红，他看不到你是，他要睡一觉吧？他眼睛不同步吧？你眼睛看不对，看。你等一下下车看看。凯特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妈，我看我被你打了一下，我医院呢？真的有台车野马 ，C 七啊 ，C 七，你怎么站在床上 ？C 七，对对 ，C 七。哦。哎呦呦！哎，我不要再进去约了哦。小红，我等你。他床上没。红嘞，那车也断短了吧？撞一下就坏了。嗯，很容易坏、欸。钣金吧，钣金比较软。我使用我，你知道我一直拿那个空拍机的，一直在后面跟拍啊。我觉得有一个 moment 很好看，但是一直拍不到。什么 moment？就是你翘起来，然后回游的时候，后面放屁的那个 moment， 一直拍不到。猴子车怎么在那边撞我？怎样？你一直撞我，他妈的！我操！我被停飞什么鬼啊？空拍机，有拍到了，拍到了。笑到最后才是真理的。注意一点！救我！这什么意思、啊？救我！怎么这么……下到最后才是胜利者。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丁啊！好丁哦！我就是丁美。你又不懂那意思。啊，我是奥古斯丁啊！
哦。那谁？医院支援，医院支援，医院支援，医院支援。他在干二哥。支援，医院支援，支援，支援，支援。他在干二哥司机。你要去哪？你是谁？你要去哪？臀部按喇叭过来。他跳车被 local 打。被警察送回来的，我去找我的车。他妈的！嗯，好可怜哦。支援还没到啊。他那个。支援还没到啊！你去哪里啊？送回来，然后好可怜，我就走了。跳 local 车还被 local 打。走了对 ，OK。可怜。那台是谁啊？他不知道医院支援，他可以怎么跑了？哎，还是我给你钥匙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让我睡一下，我睡一下，我睡一下。非常开心欸，那我上这几天没有玩的这么开心了哦。嗯，差不多啊。嗯，怎么你想要的 sofa 你玩到了，然后这台车又可以给你快乐，然后今天比较开心一点哦。嗯，没有啊，还有更开心的，等我的车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开心啊，我的车。你什么时候领？怎么回接去了？明天签约啊。嗯。哦。嗯。这个奥古斯丁摔车，笑死！可怜。刚被 local 打，他借个车也被 local 打，他摔个摔车。我看他在桥下，然后他的车子在桥上，够夸张的。我没有烟哦。我正在去你店哦。安全感快没了。我也没抽烟。哎呦！干嘛？你们干嘛啦？你们怎么了？哎呦，喂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？有绷带吗？有绷带吗？小红已经被撞很多次了。我的车怎么在脱掉？带我去。是的。叫他。小红嘞？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你是被撞到他一下，前面的记得要蛇形啊。哪里？修车场。拥抱风，追风少年。压车。我发现这台车不太能压，因为压了就快要就会遇到那个。这样子压，这样压。啊，脚翘一半，翘一半啊，翘一半，压车。哎呦！这是压车了，压车了。压这边。压车。哎，飞利浦，你会不会压车？好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在我在你后面。要不要去修个车？来看，我要压车了。那就明天。哎呦！你刚。哎，哥仔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就是这么帅，还蛮好玩的。这压车，这个压车蛮好玩的。我们压车真的这么帅、啊。啊什么？要什么？压车。哎，杰克森，杰克森。嗯？那你等下在我后面看着我。你是不是在流血？我
你是不是在流血？妹妹，你是其他的车。妹妹，你其他的车。啊。我现在你过去。你等下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在我旁边，你看我。不是啊，你们把他带走了，我要怎么跟他要钱？你看着我，自己撬接线哪里？你们哪里？哦，找到了啦。哈斯皮托，我怎么又在医院？谁又进医院了？Kate， 大特哥，杰克森。不，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压车啊。类似类似，我只是会左右左右晃。哎、欸，你们来医院这里，医院这里，这里，你们来医院这里。支援这，支援啊！你们来，你们来，压车，压车。啊！我看我们车要修几次。小红，哦，被撞被撞，支援支援支援，支援在哪？哪里？医院医院被撞，支援支援。支援车祸是不是？车祸是不是？下车下车。小猴妮妮，妮妮，我很抱歉。哎呦，不能因为我还没进医院就这样子呢。哎呦，再一个进医院，对的。我们能不能吃吃安全的？我吃那么安全，我都进医院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进医院。我改得要睡一下，他骑不了摩托车。直接碾过他的车、欸，哎、啊！对啊，我碾过他，但我要碾他车，我碾他人吗？嗯。为什么我们已经成功还原这台车子的衣服、它的车子喇叭、它的没有后照镜，然后它的车祸都要模拟啊？是不是有考你啊？嗯。怎样啊？我们还有什么没模拟啊？还有模拟在没？好危险啊！危险！他拿什么？他拿什么？跟他开山道。我们还没模拟行车。修一点。有啊，刚刚那个车祸现场不就可以了吗？不认识的那一种。啊、我们还没模拟。哎、我车怎么没收到是怎样？哎呦！又一个被撞，我急刹，我急刹撞到我，偷擦医院，不是，我知道我们该偷擦医院的，不要再受伤了，不要再受伤了，我知道我们该小心一点，不要再受伤，不要再受伤了。
原来当猴子这么辛苦啊！是，当猴子，那个逆向人是谁的？啊，猴子、啊。但我刚也逆向，放牛是不是啊？妈的 fuck！现在是怎样了、啊？叫支援，叫支援！黄色带车，妈的 fuck！一直顶，一直顶！我才刚说好不要去顶。输赢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Kate 回来了，黄色的车是不是？还没。哎呀！哎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哎呦！哎，哥嘞！我跟你说，完全不干我的事啊，是后车撞我的，后车撞我的，后车撞我的。哥嘞，还跟我碾过？哎呦！不是，不要再受伤了，不要受伤了。哎，请问你们是又要来医院了？哎，有啦。等一下肯定要去一趟了。不吸烟的。我刚刚被格雷的轮子粘到我的手，都太笨了。哎，这也是战车嘛？他妈的！凯特回来了。不要再撞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尊重一下。医院。各位。错了。车子借我一下好不好？你骑啊，你骑啊，给你骑，听听到吗？我说给你骑。哦，你要送我？猴子。哎、欸、，Kate 说要把车送我哎、欸。哇，一直灵猴子车，灵火箭，一直灵火箭。妈！哎、欸，火箭！妈的，你干嘛、啊？我那个量子球彩，你自己撞我、欸，自己撞我飞出去。我今天才把摩托车骑爆而已。果然黑色，果然黑色的。后原来是我牵起来，就骑突然烧起来。果然黑色的猴子车比较硬、啊。骑起来，牵起来，然后跑去撬房，撬完房就出来回街区就烧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撬房子哎、欸，走啊，撬房子啊！你们跳，我去睡觉了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啊跳啊跳啊！那你们去跳，我去睡觉。如果车子不知道怎么就举灯了，哎呦！各位晚安，啾啾。晚安。啾。你们真的要跳啊？哦、啊！跳一下啊，跳一下而已。没有啊，损失一件防弹衣啊，看有没有机会补回来。好的。我操！我刚车子直接飞起来、啊。我们车都撞烂了，哎，上面一片火海。为什么你把我们的车撞烂？三台猴子包，三台猴子车，错没错啊！如果我们等下没有声音了，我们要进医院了。打砖那里要进医院，他烧烫。我去骑车，我去骑车。我现在连住了，
他全身感觉有二级烧烫伤哦，那个火在他身上烧哦。有一辆三台猴子车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，一来就爆炸了。你干嘛？不知道。但是我都能感知我被那个爆炸往上撞了，你想什么？很恐怖。哦，这个车子哦也在里面被炸到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说的那句话应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猴子车就是一台你只要买了你就会没钱的车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买了你就会一直出车祸，不是你要帮别人付那个医药费，就是你要付自己的医药费。如果还有民事赔偿你就一直赔，然后最后就没钱改排气管了。我的500在扣牙厂。OK， 你去领啊，你先去领。也没有啊，不能啊，因为我们进监狱的。哦。今天他们没有那个机车。你不打电动啊？你不是要打电动吗？不知道被扣多久就是了。OK。你可以去看啊，可以去看几天啊。那不能。DM 叉，我去看一下。喵喵，晚安晚安。喏，因为我更早睡。谁在敲房子？还没时间，还没到啊。可以跳，哦，想跳个房子都不行。时间到了，那个机器又回来找我，我说跳门跳，完了，不会的，我刚刚骑过去啊，刹不住撞那辆猴子车就爆炸，这么容易爆啊？啊，对啊，我跟那猴子撞在一起，然后就爆炸，新型 C4 啊。我的摩托车要20号才能解扣。好久哦，4天。4天还好啊。欸，我现在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拿破的东西开门啊，都撬开了，可是我为什么没进去啊？他的门比较重，等一下嘛。哎呦，出来在，明天才领啊！不要砍到我啊！不会，稳如老狗啊！哎、欸，啊！哎、欸！为什么啊？我的天，我的天是傍晚的耶，然后他叫我别逼逼。
见你弟弟为什么？啊，我五个亿呢？我有来过吗？我今天有来过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吗？我来得很久之前的呢。对啊，不是啊，等下警察一过来，这个一刀啊！哎、欸，我带十八 C 啊，估计应该没什么。哦，我带五十两，没关系。喂，哈哈，你们在哪里？对，我吸烟，刚爆炸的忘记。哦，那没有人有。又、哦、出来了，在。Kate 的车子爆炸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？等一下，我在旁边，我这样去。在外面有没有警察？刚刚有一台 17。不会在外面吧？嗯，他刚刚把那个谁送到医院。他是说很久了，很久了。他刚把奥古斯丁送到医院。为什么对面你们这区对面有一台？哦，那是你们的、哦，你们在 Vagos 附近跳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右边那种，就是，我直接跑回去捡去。我在旁边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粉，嗯，我正在晚上要去其他州吃饭，所以不一定很早出现喽。对啊，右边的电视，我跟你有。保险柜是红色 USB。早安，威力。卖东西，还是你在机关看？没人抢，没人抢。然后，哎，赚回了一个手枪弹夹。啊，手枪弹夹去买就有了。那个没有，有过多的那个仓库五十几嘛，那一直敲就一堆。
你们在哪？嗯，卖东西啊。麦克斯。哎，哥俩，那这个东西给你好了。哪一个？不是，走开。走吧，找回进去。OK， 洗洗睡，洗洗睡。你不是自己躺上去的吗？嗯，是吧？那边有人。他不穿衣服，他想去洗澡。他刚刚说他去上厕所，他就脱光衣服了，你知道吗？关了，关了，拜拜。啊，赛迪就这样原地睡着、哦，他去睡了。嗯，他睡在地上，他睡在第二个停车格。用力的踩他。嗯。